快乐大本营上一期的嘉宾是邓伦、魏晨、金大川、井柏然。虽然魏晨出自湖南卫视的快乐男生，虽然邓伦近期风头正劲，但这一期的焦点是井柏然。快本的导演特意在这一期安排了谁是大牌的游戏，因为井柏然是这个游戏的冠名商，何总和谢娜对他玩这个游戏的能力推崇备至。游戏开始后，井柏然果然一马当先，第一个跳上了墩子，稳稳的占据 C 位。随后蓝队的金大川和红队的魏晨也站了上来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。井柏然是蓝队，杜海涛是红队。井柏然为了不让杜海涛站上来，一直在推杜海涛。非著名于评人吴清宫指出，何总算了算，井柏然至少推了五次杜海涛。井柏然忘了在规定的时间比例，以至于输掉了比赛。最后定格的这张照片，井柏然正在和杜海涛纠缠，而红队的魏晨和邓伦都完成了规定动作，蓝队只有金大川成功。何炅和谢娜不甘心井柏然因为杜海涛遭遇滑铁卢，因此提议再比一轮。第二轮井柏然倒是没有和杜海涛纠缠，而是和所有人纠缠。井柏然在时间快到的时候把所有人推了下去，包括自己的队友李维嘉，甚至都想报警了。魏晨也很气愤，问是谁把他推下去了。只可惜井柏然推其他人的时候时间已经截止了，井柏然的脸都没看到，又输掉了比赛。有何炅和谢娜撑腰，井柏然才敢连续推杜海涛、李维嘉、魏晨下去。